太多的保养品，那我自己是清洁跟简单的保湿是我一定会注重的。那我觉得睡眠吧，睡眠跟正常的饮食，然后还有运动，这些我是非常注意的。那跟着小孩的生活作息，相对的也会比较早睡早起，可能是因为这样会肤质比较，还有要保持好的心情。平常会帮太太保养吗？我基本上不太会，但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专业，那我都是去跟他看他有什么好用的，我就会跟他就是偷偷拿来用一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男生我还是比较懒惰的那种男生，我都是我太太会帮我准备好一些保养品，那我就会用他的。